但永远都打不赢那些人，何必磨练技术？不如氪金买一些造型，至少可以向其他人炫耀。谢谢天小龙的一百小七点，谢谢 Alan VWW 的一百小七点，谢谢 Baka Baka 的一百小七点。嗯，金色列车，天哪，是金色列车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金色列车吗？你们明白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我刚刚刻了这个酷酷的车车礼包，耶、yeah, ，车车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提拉米鼠的一百小起点，跟小林分享喜悦。第一个十抽三张三蛋黄，两张新珊瑚，特别衣服二十抽月光饼干，非常好衣服，好好哦。但我有月光饼干的衣服耶， yeah, 我想要海妖的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把他衣服？哦，在这里。耶、yeah! ！你们看，谁在乎？谁在乎这个噗噗熊熊？谁在乎这个长胡子的噗噗熊熊？要那就是，要就是可爱的银河饼干啦！呵呵呵噗噗熊熊有点可怜，但是对。耶、yeah, ，好可爱哦！谢谢小美外星人一百小起点。猜哦，哦，二十个，谢谢鸡小花坛送出了一份订阅，谢谢弑神暴风订阅两个月，谢谢小美外星人的一百小起点。只闻新饼笑，不闻旧饼哭。不管啦，我就这样子，我就是一个饼干渣女，要你管。饼干渣女，不，为什么我的海妖会没有衣服可以穿？为什么我的海妖会没有衣服可以穿？重亲们，哦耶，抽十次，哦、oh, 不，没料，哦、oh, 有糖糖哎、欸，不是有尸块，哦、oh, 不，没料，哦、oh, 不，超没料。谁的局？嘿！谢谢 Tree Ball 的一百小起点，进火车嘟嘟嘟嘟，谢谢马姬的一百小起点，上车上车。谢谢鸡小话谈，送出了一份订阅，是不是要氪了？先抽完普池，我挣扎一下。啊哈！啊哈！二十抽，哦酷哎！你新家要灯塔吧？我都好怕寒哦，我好怕寒哦。啊，好啦，那次不盘，哭。
Subscribe 一句。喝水。耶！那放在哪里呢？不，没有地方可以给它放啦。我还要弄，我还要另外弄一个水域。好吧。耶！谢谢某个欧洲人的100小起点。Europe 剧。耶、yeah, ，好多通行证奖励！呜，女人，到底还要多少？哎、欸，等下够了，够了。漂亮灯塔，没错，又可以抽喽！谢谢星舰瑞宇，哦，等一下，谢谢星舰瑞宇订阅两个月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 Eoka 的100小起点，谢谢幽灵与他家的月月的100小起点，谢谢 Triple W 的100小起点，谢谢。哦。是哪一只啊？这是万圣节的，你是谁啊？OK 局 ，But who are you？ 耶，额外奖励，第一次领取。1720。再来。这是哪只啊？你到底真的常说女人强是学会这个说法的？不知道。Oh my god， 千层酥饼干！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的、啊。OK。好像可以直接换的了呢。阿毛有可能抽掉，不，没料，哦不，没料，啊哈哈哈哈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要让这个女人醒过来 ，Wake up, woman！ 应该可以吧？特殊姻缘，好了啦，换了啦，哪次不换啊？气死我了！挂一下好了，20个，5倍是什么东西？会是有100个呢？哦，
地标升级，酷哦，要升。这个到底这个松鼠到底是什么啦？到底什么东西在红点啦？松鼠真的超燥的。刷新哦，哭啊！居然是那个东西，等一下，我有这个哎，哦哇！